为了庆祝曾志伟60岁大寿，近日无线特别提前为他搞贺寿节目《志在高兴，志伟大派对》，并于儿童乐园迪士尼酒店大开派对。曾志伟出名的人缘好，当晚两岸三地艺人都前来道贺，包括钟镇涛夫妇、梁家辉夫妇、张学友、乐意玲等数百位好友出席。曾志伟喝醉后情绪十分激动，后来扑倒在张学友怀中，连喝醉的梁家辉也加入，三个大男人抱成一团。同样心情激动的梁家辉为老友开心，更是与曾志伟深情一吻，表现二人友情坚定。除了深情一吻外，曾志伟还大打人情牌，帮无线抓人拍剧。他透露已找到出炉影帝梁家辉回来无线开剧，还笑言对方身上流着 TVB 的血。据知与梁家辉同剧合作的还有苗侨伟及林峰，无线更会斥资到越南取景，但女主角方面却相当头痛。目前梁家辉还未跟无线洽谈价钱，无线方面表示会给他一个合理价。